小黄，你头在哪儿？就好看。可月亮呢？别说话。别说话。我怎么也不明白，曾经祸害过妈妈的人，现在又坐在我们身边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 第一次看到少年宫，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笑了，仿佛已经走进了他的大门。 你把弟弟带到哪儿去了？你到底把弟弟带哪儿去了？啊！下午有人看你带弟弟上了汽车，你到底把他带哪儿去了？我问你话呢！